你好，我叫殷思画，我的家乡是辽宁辽阳，我是2016年的应届毕业生，毕业于辽东学院朝鲜语系，曾在大学期间作为交换生到韩国新罗大学留学，回国后做了近2年的翻译工作，因对对外汉语产生兴趣，于2015年考取了 IPA 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书，后于2016年到泰国进行中国语教学。在泰国工作期间，教授过不同国家的学生，并与学生相处融洽。现在我想到韩国继续我的汉语教师工作。我是一个热情、开朗、工作认真负责的老师，希望贵校给我一个机会，我会努力工作的。谢谢。안녕하세요인사화라고합니다24살입니다노동대학교한국학과에서졸업했습니다2014년에교환학생으로서한국신라대학교에서나왔습니다중국에돌아와서한2년동안한국어통역을했습니다중국어교사직업에대해관심이생겨서2015년에 IPA 국제중국어교사자격증을따고중국어가르치기시작했습니다졸업해서다시한국에가서중국어가르치고싶습니다대학원들어갈수있다면정말영광입니다최선을다해서열심히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